所有女生新品秀，哇哦！一起吧，来吧，新品秀。黑，你先别过来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么黑？等一下，你先。新品秀要开始喽！是的，是的。新品秀要开始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转。转。好。啊，来了。来过，欢迎 ！Oh my gosh！ 我的天哪，这个新品秀，就是我只知道它叫做一，一大饼。我知道，对这个品牌的名字非常非常的长 ，Elegance 是吧 ？Elegance， 我跟你说，我斥巨资。没有，我说这个系列，我说这个系列叫做 See Me Matte， 应该这样读对不对 ？See Me Matte 是的。对的，美们，所有女生最新款来喽！我的天，我的哎呦，哇，刮到我的大腿了。这个我们这边的桌子上面在是暗器，半圆形的，让我们的脚可以塞进去，好不好？这边桌子是暗器，我的妈呀！你不要再撞我的腿了，你的腿。我的妈呀！你知道，我跟你们说，整个这个 ，Oh my gosh， 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家口红来了，叫做 See Me Matte。就叫做半哑光口红，而且你知道这个品牌是日本贵妇品牌，大家都认识他们家的一个单品叫做一大饼，是对吧？我现在有一句话，你淹没在评论区里，我要不要跟你换一个位置？所以没有关系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可不可以帮我稍微让我的脑袋出来一点？对对对，有一点太对卡住。哎，好的啊，我脑袋出来了，我脑袋出来了一点点，主要是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特了，哦，这很漂亮，对对对，这个模特，好的，可以，好不好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他查链接呢，在明天晚上，对，红梨色没货了就没办法哦，美们，三 C 红梨号色，红梨色没有货了没有办法，所以今天晚上我是可以乱说他的坏话。你不是一直乱说吗？平时也我什么时候乱说？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中立，都很自由，对，就很起飞。啊，就是抓不住啊，随便。那既然这个品牌这么的火 ，Oh my god， 是290块钱一支 ，OK。性价比很高，吧？对于他们家意大饼来说，他们家意大饼超贵的。我当时分期。哦，它是 Cosmo 榜单的产品哦。是的。Cosmo 榜单的产品，那我就，哇哦！看一下，你不要这么真实一点。哦，我可以开始说实话了吗？我现在开始害怕了，我现在整个啊有一点紧张。你说嘛，质感有点塑料。如果这个口红没有品牌，就把它 logo 遮住的话，它在我心目当中的价位就是59块钱，不能再多了。真的，59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塑料到不能再塑料，这个外包装。你做个金属。会贵到哪去？你做个金属，你买380一支，我应该会买。但是这个塑料，我真的59不能再多了，老板。看一下颜色吧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。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对，没事。真的很塑料，但是外包装呢？怎么说呢？就是塑料啊。外包装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。它没有勾起我想买的欲望，就是一支很简单的口红。哎，聚焦，往我脸挡住一下，后面的脸太大，把他脸挡住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所有女生，它的外包装是这样子的哦。哎，好，哎，这只眼睛没遮住，真的是把他的眼睛遮住。它的外包都是这样子的，看到了没有？是蛮搞笑。我觉得就是蛮搞笑。你好像个悟空。我从后面看更搞笑，是吧？就这样子的外包装，那我们就是整个设计是以金色为主调嘛，就是比较。我想它为什么要上 Cosmo 榜单呢？好啊。290块钱一支，日本是没有这种大牌好看的口红了吗？第一支你先涂上来。我先试一下全部吧，好不好？来三号色，哇、你看嘛，290就是这样的质量。这不是我，这真的对不起，不是我，这真的不是我，这就是。不是你刚怎么了？它就是自己掉下来了呀，它没有卡住而已啊。我们确认一下再说出有可能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大牌都可以为他想尽各种理由和找尽各种借口？国货品牌如果这样子，你们会把他骂飞起来。我们是对每一个品牌都有一颗比较包容的心。对，没有什么高要求了。290哎，美女，你花290哎。你叫美女，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吧，要注意一下品控。
后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啊，就是你要把口红扔在这，他妈是个瓜子壳吗？注意用。对对对。哎，你看，不是我的问题吧？怎么用？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品控问题哦，老板，你们家品牌的品控也太……我在看视频。嗯，好松哦，这个真的太松了。哎，我转口红，只要转吧。哎，你看，你自己感受它的一个就是卡扣。你在手无缚鸡之力是不是？你故意是松了点，是松了点。说句实话，290的口红不应该这么松，就是有点像这个开合。毕竟我花290买一点紧的东西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对吧？嗯。但不得不说呢，有三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美。好，我们来。它应该是我来上唇吧？好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好。这样啊，就是你把你觉得就是大家适合的，你推荐大家买。现在由于这个包装，你是不是都想放在它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无论它再好看，这支口红都是它不配里面。嘤嘤嘤！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包装我花290，我跟你说，国货口红不香吗？嗯。59块钱可以拿到一支国货口红。嗯。嗯。好。我们先试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不行，这支口红完全完蛋，它死掉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旺旺，我给你涂一支颜色，你随便涂哪支颜色。你试下嘴巴上，它的膏体会动，左右。我感受到了。感知道呗？你摁下去，它在。你按上去的时候，它左右在动。它外这个地方动就算了，它里面也动。No。嗯。我要说什么呢？所以现在日本 Cosmo 榜单，你们是这样不专业的吗？完蛋了，我骂了 Cosmo 榜单，不行不行，对不起。就是现在日本 Cosmo 榜单怎么排名的呀？怎么比赛的呀？好，我再说一下，不得不说质地很舒服。那就只能说日本女生很有钱，她们不在乎这290。哎，我什么时候去一下？以后可不可以？以后疫情好一点，我去日本街头。嗯，干嘛？把我的国货品牌给他们看一下，59的口红比这个质量好多了。嗯，好。但是，你能就是？我可以说颜色非常好看。你说，颜色很好看，很日系的颜色。嗯。我看看我的摄像头里面啊，颜色很准，好。颜色很漂亮，质地很舒服，但是它不值290。好，整体来说它不值290，但它的哑光很舒服，很薄透的哑光，很棒。你想知道什么牌子啊？嗯，旺旺说吧，我不想得罪他。我害怕，你说呀、啊。我们今天新品秀给大家展示的是日本的贵妇品牌 Elegance。啊，它诞生于1986年啊，他们家的那个意大饼其实还是相对而言蛮出名的，然后大家好评度也是比较高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把他们家新出的口红买回来给大家做一下测评，啊，只是测评一下而已。这个颜色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品控问题，真的，这个口红怎么出来的啊？老板，你就可以让你这支口红出来，哎，摇摇晃晃到不行。Oh my gosh！ 就它有点这种意思。你知道我本来对他们家的产品就没有很感冒啊，真的吗？哪怕它有一大饼，但是现在我完全不感冒他们家的产品。哦，对对对，当然我没有说一大饼不好啊，就是我其实对他们家产品不感冒而已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。它这个质地是介于哑光和半滋润之间一点。嗯，我们不看包装，不看品牌，颜色有的还马马虎虎，是不是？颜色还可以啊，颜色还可以。嗯，看一下、哦。哎，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的那个休息室里面有一个中国品牌吗？叫做4个字的4个中文的一个那个，我前几天一直在涂的一支白色的口红。哦，我知道。有一支颜色比这个好看10000倍，你知道什么牌子？你去找一下。那个。我跟你说。就最多79一支吧，我不太记得价格，马上就要播的，嗯，一模一样，跟它的触感，而且
真的很棒。就是这种颜色都可以找得到。嗯，我想最后试一下这支颜色给大家吧。我会觉得稍微让我很惊讶的一支颜色应该是这一支。没错，101号色。如果你硬要买这一支 Cosmo 榜单上上的一款口红的话，你可以买101号色。那这两支都是它不配了。所有。因为我还是要看价格。嗯。Yes。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找我直播啊，我不知道签没签好合同。这个这是我自己用的一支，你旺旺知道，我出活动都是用这一支口红。嗯，这支口红是我新找到的一支中国古货品牌的口红，对，它的颜色巨美丽，非常非常漂亮，而且跟这个系列一样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先讲一下叫什么，是什么那个，是不是像一个系列出来的东西？给你们看。所有女生是不是一个系列出来的东西，像不像它这里面的东西？在这里这一支，嗯，这下面这一支，像不像它整个系列里面一模一样？就它这个出来的，就这个品牌出来的产品，而且它这个外包装比，虽然这个外包装没有那么的就是时尚，就是有点偏中国风，但是它真的很，该紧的地方都紧，该松的地方都松，好不好？就是不是没有，就不存在那种品控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我自己出活动我都涂这支颜色，真的。no， 这290块钱我完全不行。我来看一下这支颜色吧，101号色，我觉得最好看的一支颜色。再给大家试一支。好松啊。就是每一支都在松吗？嗯。我特别讨厌口红会动。嗯。没有关系哦，我们是给大家试一下，就是测评一下。就是不太推荐大家去花290块钱买到，就是嗯，我们暂时不是很。很好看，这支颜色非常漂亮。这支颜色超好看，这支颜色我可以给它290块钱。颜色给到290，嗯。就是因为这支颜色，我可以花290块钱买一支这么烂的口红，我可以，因为这支颜色太漂亮了。很漂亮的一支颜色，很秋冬天，它的秋冬天的棕红调是跟别的品牌的棕红不一样，别的品牌的棕红可能会偏深，就是你不太好驾驭，但这支棕红调就是你涂上就是好看。嗯，这支颜色很漂亮，有点像模特嘴巴上的这一支，不是，它是玫红色，这支颜色很好看，美们，这支颜色超漂亮。哦，这颜色超漂亮，这颜色最好看。这是什么颜色？101号色。好，就是这个系列里的101，就最好看的一支。是，好好看哦，这颜色真的太漂亮了。嗯，赶紧表示赞同。就是会有一种日式的棕红调，就是会有一种神秘，就这个颜色上面会有一层那种神秘的感觉。嗯，哦，这颜色真的好好看，这支应该谁涂谁好看，这支应该叫做谁涂谁好看。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这是我们给大家测评。那这个系列，所有女生只有这一支可以进入。Oh my god， 它也不能 Oh my god， 就是 so so， 就是你要花290块钱买的话，我才会买它。好，嗯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我们的新品秀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。好吧，这个系列就买一支吧，101号色。是。我很好奇它是 Cosmo 榜单的哪一第几名，我们一会儿找一下。101号色是推荐，我也不说了。为什么感觉也不太推荐，是不是？你都不行对不对？我也很严格的，我就是对于金钱的把控度上很严格。你对于金钱的把控度，我对于产品，你对金钱那很好，我们两个绝配，就是可能把到后面这个 top 永远都是空的，空的，对。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，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买产品就大家还是要最好先试试看，如果相信佳琪的话，就推荐我给你们推荐的口红，就买我给你们推荐的口红就行了，是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的新品秀没有推荐东西，测评，对，就测评，对，101号色是火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晚上8:15见哦，拜拜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明天见。